袖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李先念、季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等观看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汇报演出。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挚感情。团结战斗，胜利将倾。
金灿灿的太阳，照常的月，心里面的风吹浪太滋润。三月枝头嫩芽满叶，喜杀青福的采茶人。茶香阵阵又是绿叶，茶歌声声飞如云，丰收福娃花烛喜宴，春茶香杯子带路人。韶山春茶献给华主席，表达了韶山人民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和对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衷心爱戴和崇敬。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走上舞台，与演员们合影留念。